我不许开枪！我不许开枪！不要！你知道那天晚上为什么杀不了我吗？要想开枪，首先要打开保险，对着你前方瞄准的目标，想着那是你最恨的人。喂，方天一，你放开我！你这个恶魔，你放开我！ 把你枪口对准的位置和你射击的目标连成一条线，瞄准，屏住呼吸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到处都是想要杀我的人。 你跟在我身边，自然也会身心力竭。多学一项本领，就算我不在，你也能好好的保护自己。起来。 是一时情急，我知道，下回别那么冲动了。二爷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都这样了，你就如实跟他说呀。这些人都是上面定过罪，交给你依法处决的灭门董家的凶手啊。虽然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但他已经在亲手为董家报仇了。少爷，找到了。 听闻董老先生有一珍宝，你总出入董家，不知是否有幸见过？好像是一个金蟾蜍把剑。那不是金蟾蜍，那是金玄武。居然真的是只玄武。里面的地图呢？ 你们从董家撤退的时候，就没有发现其他有用的东西吗？那天二爷突然带着人冲进来，手下几个扮成董家的家丁，装死才混了过去。趁警察来之前，仔仔细细都搜过了，连董老爷身上也摸了。之前只顾着找金蟾蜍，这只金玄武还是上回您说了以后，我们夜里潜进去，才在董老爷的书房暗格里找到的。知道。董家现在正在被封查。 你们行事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漏了马脚。是。二爷那边最近有什么风声吗？二爷最近只顾着那丫头片子，似乎也没什么。再说上回带来的人已尽数杀了，应该没有想到咱们。我上次吩咐你查的事情，你查了吗？属下打听过了，董家的确有个庶出的女儿。 叫燕儿，不过董家家规森严，一向是当丫鬟养着的。她的姑母还是董小姐的乳娘，不过在董家灭门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少爷。原本真假难辨，这玄武。 倒是让我辨分明了。莫提姑娘，少爷早。你看起来精神不太好。没有。
只是我最近睡得不太好，总做噩梦。是二叔又欺负你了？我炸人了，而且他逼我杀了人。二叔他竟然逼你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少爷，为什么你们叔侄二人的性格会差这么多？二叔行事一向狠辣，所以他的仇人很多。他杀了这么多人，就没有人报官吗？二叔可是义城的督军，他若是想杀人，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顶多是大帅知道了提点他两句，除非是做得过分了吧。怎么样算过分？滥杀无辜、灭门算吗？若真的是灭门的话，那自然是算的，只是要给他定罪，总归是要有证据的吧。穆提，你若是愿意的话，我去找祖母说，让你过来做我的丫鬟。我不愿做你的丫鬟。少爷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靠自己摆脱二爷的。雨泽，我等你半天了，原来你在这里绊住了。穆提姑娘，你可是二爷的人，我们可惹不起，你最好离我们远远的，别再给我们找麻烦了。董小姐不找我的事，自然不会惹麻烦。你好了，你不是要下棋吗？走，我陪你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的样子很是仪态。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你，不要跟二爷的人纠缠不清。提醒我？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件事情是不是你做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想说可以不说，但如果真是，你最好收手，不要用这种无知愚蠢的下作手段。我只是怕……只是怕你自己被取代。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追究真相的人，既然祖母认定是你，那便是你。你只需要乖乖的同我结婚，让我继承董家的家产便好，不要做多余的事情来坏了我的好事。你既然认我，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救他？难得糊涂是件好事，可若是真糊涂，那便是愚蠢。那倘若老夫人也不认我了呢？那就像是这枚无用的棋子，收掉便好。要想给他定罪，总归要有证据吧。恩怨纠缠，也尽管弃我余生，输赢。